横画，对，滴了横要长一点，向左边弹出去。竖钩要垂直，不要太粗。撇，起笔要靠上，由重到轻，蜡笔由轻到重，要粗一点，压下去之后，画笔慢慢提起来变尖，撇要细，捺要粗，粗细的变化，横可以长的来，向左边弹出去长一点，竖画要垂直，上面这部分。间比较小，下面空间大，上紧下松，高低要错位，横画。